请准备上课。起，行嘞。啊，临时班长吼，爱超济吼。大家好，我叫沙凯，人讲沙凯，我讲唔是沙凯，我叫沙凯，一届两届三届吼。头一届无成功无要紧，第二届佫努力，第三届绝对是成功的，对不对？对。今仔日来非常的欢喜，我今仔要用迄个啥？用北京句啊，毋是用河南话啊，毋是吼，爱用掺的啦，好唔好？即咱河南话那无啥会，无啥会练断，那是无拄好的所在哈，你笑笑就好啊，好唔好？我看恁笑眯眯安尼，我嘛是感动噶。好，今日为了台湾民政府努力打拼，这是非常无简单的吼。今日来到这，咱最主要的，唔是为了你，也唔是为了我，为了啥？为了咱的子孙，对不对？看到咱的子孙，即马少年未来可能就是外劳啊啦。做外劳是唔是离开爸母，离开家己的故乡，到足远足远的所在？你看，咱看外头底下坐的是无眠无日，但是暗时啊，目屎流的，思念因故乡的子孙。咱台湾是不是未来渐渐会做成这种的款？是安怎？因为你甲我无努力，无打拼，这就是予人有一个角，咱爱有一个角彩。真，咱台湾，咱讲是会讲，早期。咱是一直行，一直去冲，为了啥物？大家讲足大声，为了台湾，本土台湾。结果呢？咱的爱心，咱的努力，到尾啊，拢无去啊。咱是坐唔到火车吼啊，我们坐错了那一班车。啊，我嘛是安尼出钱出力，为平民兵开始，过来阿扁，啊，过来蔡总统要选总统。当初我谈起一声做主持，啊，做台长，电台的台长，我喊噶，来哟，拼噶，结果呢，我头去看，难减掉。但是我过了差不多六七冬，我坐咧，啥物物件拢无去捌，阁无去听。但有一天有一人讲，来，你阁听看卖。迄当阵我也是讲，阁听看卖。我像这年岁，阁听无效啊。哦，即马要过啊，不无啊，过着廿几啊。但是为了咱的子孙，我讲无过试一摆看卖。咱试一摆看卖了，我会感觉讲啊，即台湾民政府所做的法理论述，我会感觉讲啊，有影假讲的。就像咱的总理讲的，一个光渐渐安怎安尼渐渐光起来了，黑暗咱免油摕着白色的油擦去油了。免用扫帚去扫啦，无啊大堂啊清啦，乌就是乌嘛，对不对？但是光入来是乌啊，就安怎渐渐离开啊？黑就是咱的我们的希望，我们永远的盼望就在此。我不要辞吹好不好？小块有扫，谢谢啊，那个感谢，这人动心是用心哈。所以呢，今天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说回到原点。这个事件，好、哦，那是说要处理，咱是不是一定要倒转来？事件发生的时间，跟事件发生的地点，拢是有时间跟地点，对不对？那是说今天要，那是说今天要解决这问题，你一定要回倒转来。同款台湾主权的问题。咱吵到安尼，吵到几啊十冬啊，结果呢？咱敢行会出去？咱行袂出去？为什么？在座拢是有头脑的人，非常巧的，所以找到路啊！这条五亚大港是咱的路，所以讲一定要回到咱倒转来到咱的迄个发生代志的事件的时间甲地点。今仔日咱来到遮。回到历史的原点，我们必须回到法理的论述，
带我们到大清帝国、大日本天皇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旧金山合约，经过这过程了，咱看讲啊，有影是无同款，这架杠是咱要行的路。一个有一个印度的牧师，有一天我听到。我听到他在正道的时候，我里头非常的感动。这那个印度的牧师对台湾在地追求的时候，他会感觉说啊，我一定要为了台湾有一种负担，说我要去那，我要到台湾去传扬福音，好，有一种模板，也就有热忱，一定要去。然后有一天他坐飞机的时候，为飞机顶，安看到台湾，哇！遐尼美丽的所在，遐尼水的所在，伊会感觉讲，遮个人有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啊。但是伊发觉讲，来到遮，来了解台湾的百姓，加台湾的哈，就是哦、台湾百姓跟他子民没有自己的父母而父亲，咱台湾经过那么多、哦、年冬了，是不是同样改成改成咱是没有老爸，对不对？话说我是你老爸，说好，可能是呢，来就换过了、欸、我是你老爸啊，又怎又说来这民进国民党、民进党、建国党、大联党，大家都过了，拢经过遮，画一下咱就去啊。因为咱无老爸甲咱教育，啥物路是会当行，啥物路是袂当行。亲像无老爸一个人，即阵连这牧师都知影讲，台湾人、台湾的百姓、台湾的子民没有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所在。也总共是台湾的现状，它政治的乱象，政治的乱象。选举是不是选举？哎，对啦，政治导向，台湾非常无边境，对不对？既得利益，啊，切割，歧视，我来给你看呐、啊，我把你当成人看，这样诶，啊，拢来，所以这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是无良政府，而且是没有人性，非常的自私。而且是非常的自满，当一个自满高傲的人，他眼睛是被蒙蔽了，神蒙蔽了他的眼睛、哦、神蒙蔽了他的眼睛，他不能看见，所以他无感，无感觉，他活在自我感觉良好。其中人说那边那的百姓很可怜，敢有、哦、敢有，他没感觉吗？他是无感，他是自傲自满，自我感觉良好。其中的人，他怎么可能带领这个国家呢？所以在这个台湾的实际的状况，我们看到他每一次讲的话，你看看，我把你当人，原住民、高沙国、高沙民族，我把你当人看呢。啊，第二哀号，讲一个土地给我，也未得的。我把你当人看，我还要把你教育呢。你看，从咱台湾人这种的侮辱，你的感受如何？你够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有一摆爸爸水灾台东的时，阿公马总统，我是支持你的。哦，你等到当选了以后，我很难找到你，很难看到你。你怎么？哎呀，那公。我不是来给你看的吗？那种的 EQ， 那种的 EQ， 还可以当做总统，票是上上，不是咱台湾人，是不是安尼？咱是无敌吗？还是咱是安怎？哦，几啊十当来，那多数拢侵入到咱的脑海里底，所以我们已经造成了，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理，哪一个是不是真理的。所以呢，还就说肚子，人家目前，啊，物件都涨价了。他说，现在目前生活各方面都不行了，
哦，有的没饭吃，买一个便当。他说什么？买一个那便当不够啊，都再买一个啊。这种逻辑真的是，我不知道是怎么说较好呢？我里面非常的物质，这美的美丽的福尔摩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有多元的族群，高山民族，嘿哟吼，随时都唱歌啊，对不对？这个高山民族现在有15组啊，你看看，咱阿公阿嬷啊，你看上次看的电影啊，当然在我们台湾里面也有很多国外人士，你看小朋友跟狗，这个是多元文化里头的台湾。是不是非常水非常美丽的所在，多种的族群多元的文化结合的台湾，这是找不到的所在，这是非常好的所在。我们要用心 来了解，你看看这个岛屿真的是漂亮啊！像必须就说的中国的文化，我们从小孩开始就知道，我们台湾文化你敢知道啊？你看怎样？污水溪在哪里？污溪在哪里？有人知道吗？哦，你到台中吗？住在哪里？还是看到这个？啊、哦，我们这个溪溪水以前，哎呦，这溪水咱拢无啥了解。啊、哦，有的人那是有关心，是非常了解。那好，南洋溪有人去过没有？有没有人去过？去过了举手。它面积多少？很宽，对不对？啊，所以台湾这个地方这么棒、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并不了解。流亡政府一直在没有在教育我们，让我们对台湾完全是无感，对台湾完全是无知。这美丽的宝岛、美丽的台湾福尔摩沙，这请求哦，福尔摩沙非常的好。这个福尔摩沙。就有一首歌哈，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歌里面呢，也说出了很多很多的它的美丽的地方。你看看这个基隆港漂不漂亮？一个小小的台湾基隆国际港多么的美，台中港啊，水港、高雄港，你看足水啊，暗时啊去遐散步的时。啊，咱看到这种的港口是有影是，有影是非常好，对不对？赞啊！但是咱物质啊，对不对？啊，你看，咱接下台滨安平啊，这个安平港啊，满了古迹啊，安平港、花莲港啊，花莲港怎么跑掉了？这边没有花莲的吧？哦，你的港口到哪里去了？哈哈哈，跑掉了哈，对不对？你看看这台湾，在整个这个状况，好美的地方啊，真的是人居住的好地方哎、啊，哦，但是我们都受到政治的涟漪，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处境在台湾，这福尔摩沙，这歌有人捌听过吗？这歌偌好听、啊，你看嘛，我拄下底下唱的是我目屎在流。啊，咱政治人曾州长啊，常带我们去日本去唱这一首歌。福尔摩沙，咱的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哟啊哟啊哟，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的梦。会感动不？亲像阿母，咱阿母，台湾是咱的母亲，伊的名叫啥？台湾。当年来一穿破衫，冬天时寒到鼻鼻喘，咱到夜深时臭迷毛，拢是外来的政治和侮辱。这是咱阿母，伊的名叫台湾。所以阿母，咱的帮，咱的爱。
会晓唱无？来，为了唱会晓唱，咱为头唱到一摆嘛，咱做位唱好唔好？来，大声，大声唱出啊！福尔摩沙，福尔摩沙，咱的爱，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哟啊哟啊哟，烧啊烧，永远保着美丽梦。佛摩萨咱的梦，咱的梦。有咱祖先流过汗，哟啊哟啊哟，烧啊烧，永远保着美丽梦。福尔摩沙，咱的梦，咱的爱，咱站起来好不好？来。看大声唱，无怨无悔来期待，哟啊哟啊哟，烧啊烧，永远无着咱的梦。第三，我咱再个唱一摆呗，唱。福尔摩沙，咱的梦，咱的爱。无怨无悔来期待，哟啊哟啊哟，烧啊烧，永远无着咱的梦。这唔对啊，这白迄条美丽梦吼，还加钱。父母生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哟啊哟啊哟，烧啊烧，永远保着美丽梦，你会感动未？台湾是美丽的，但是台湾受到外来的政治侮辱，本土台湾人任由流亡的政府践踏了本土台湾人的尊严，剥削了台湾人的权利。你有感觉？你敢爱起来？当初咱就是讲我爱台湾，结果呢？台湾就从咱的手中安尼流出来，予咱母族家呢？你无为家己想，咱爱为咱的子孙想，对不对？奴役，咱是一个奴役呢。伊话安怎，咱就安怎。你看咱台湾人伊呢呐，生出来了，一开始就安怎，有负债人，你知道吗？小婴儿落在地上还不觉得，还没有感觉，一他就有负债了呢。谁让他如此？你会平衡因的吗？今天咱来到家，咱是有这种的感觉。咱来为台湾打拼，今天咱走在台湾民政府这条路，是不是正跟咱找到正确的路？是不是？所以你看咱台湾囡仔。大学毕业了，逐个月爱付什么？有财富啊呢？好好的一个囡仔，读册，爸母无通啊趁钱，要大学毕业了，无工课通啊做，讲妈哦，我无钱，为人跳楼，为人捂住，老爸老母安怎？非常可怜。我愈讲愈感觉讲，咱不过无期待，咱无希望。今仔日咱搭着一条船，是有希望的船。咱若是讲无努力去打拼，咱台湾无偌久就无去啊，对不对？一种的笨手贱妇，啥物拢好你看，
都在涨，啊，都在涨。孩子说：“我知道了，我饿了还不够了。”你看今天播种啊，林太太一年赚多少钱？人伫遐枵到要死，台湾人、台湾人奔到台湾，枵到要死，就伫遐享受，伊也无感觉。一种的人有资格通啊做咱台湾的总统吗？其实讲起来，伊毋是台湾的总统，对不对？伊是流氓政府的总统。所以咱今仔日，咱了解了，咱来努力去打拼。流氓的政府，悲惨，吼、哦！以篡改的历史欺骗的本土台湾人，人民受到了政治的炼狱之中。原住民的土地，有限定五年，没有好好耕织动，没有无去哎，就啥耕耘，五当伊就变成安那，主人变成安那，中华民国的。阮所有的土地无去用的是讲啥？中华民国的，这是虾米差了政府啊？非常空哦，阮的旧厝，那是要老啊要搬来啦，要去修改袂使呢，要重建袂使呢，伊讲袂动。哦，中埔边啊有300+的饭店，饭店边啊有足济原住民部落，我讲奇怪，遮尼好的所在，恁是安那无去？伊讲无法度通去。伊讲安怎去无要紧，你爱去爱有300+才来通去。哎，骗笑！你300+原住民哪有钱通啊做来去嘞？对不对？我用300+的钱，我来去饭店，我家经营，恁都在会上吗？这种的政府，永远是非常的可恶。好，大环境的演变，啊，人民的伤害是最大。咱最近拄着88水灾了，一连串的水灾。啊，水灾频繁，日本那个政府的心态是安怎？政府心态是安怎？你看，在灾民，唔知一囡仔，迄个啥，迄个啥物林啊？啊，小林，伊翘翘，远远看到伊家己的厝，伊流出来，爸母也找无。一种物质，我爸爸水灾时，伫现场伫拍，我拍一个纪录片，你靠我个 YouTube 内底有一种个情形，看到这种个，囡仔叫孙讲妈、爸，吹无啊，无人听到囡个声，哦，即离开了因家己部落，离开了因家己个部落，了后灾区灾民永久屋到今嘛也未处理，哦。骂这笨手骂的，其他也讲，我去屏东永久屋讲，我改成那迄个部落啥部落旺，我想要讲迄个三字经呢，去部落旺，啊，伊要去遐也是，灾民呢遐迄个三地门去打遐，我讲总统要来，马上摆花迄个花啊，临时摆甲足水啊，啊，伊讲好，我坐车改成我来到部落旺啊。不灵之类的不，我要是哦，那有时我爱捉捉迄落呢，听到叫我要来心来捉不出的，就艰苦啊。你看咱呢，哦，中专念的是咱啦，捉懊恼，懊恼什么？失业，无工课通啊做，工作哦，工作没有着落啊。原住民种那个种水果的也在啊客厅。哦，交通那是未通，嘛是物质艰苦，但是食饭爱食，囡仔要读册，这边得来，孩子的教育学费，你房贷也有了，对不对？房贷的车贷，要安怎物质悲哀，哎呀，要安怎怎样要怎样？这即嘛这种情形是台湾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的现象。今天台湾民政府给你一个希望，咱在这41期的，我是希望时间咱要到啊，咱一定要努力，是人要做一个传道人的心情跟传道人的精神。你看到，你感受到，你吃过啊，你啉过啊，遐尼好诶，你不遐尼自私，无甲人讲，迄就是你
哦，无进公用。所以呢，咱出去一定要和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拢知影这种的信息，咱爱有这种的使命。你看，咱老人流浪到街头，啊，看到这些时，会珍惜啊。我足早起来的运动的时，看到老人拖车去捡啥，捡酒干呐，酒干呐干袂无，酒干呐干袂无，酒干呐干袂无。就干那干杯不？迄东西什么人？迄东西本土台湾人的阿公阿嬷，你有感觉无？流氓政府，迄老人敢有去啊？捡迄个手干呐？因在享受，因在树仔卡遐翘卡，树仔卡遐底下迄个啥？拍牌，伊无烦无恼嘛，伊一个月偌济，2万外，万通苦，2万外。咱阿公阿嬷，咱爸爸妈妈有无？会知啥？三四点就起来要巡田，连自己开入去的一阵，这种就是咱老爸老母呢，咱台湾人可怜。所以讲，咱愈想愈艰苦，哦。哎，那个转，拍谁啊？你直接按的刚才那个，再按下去。你看，咱的少年人无工课，也是无助，哦，无助，足可怜的。咱的老人无依无靠，无依无靠，这种就是不骗台湾人的情景。台湾人为了生活，婆媳之间，媳妇，咱查某囝嫁予别人，回来是看到妈妈，妈妈，我饭无饭当阿食，恁的孙仔无钱通读册，因两个看到了后，弟弟阿婆讲妈，我唔知要安怎。咱的教育有电，咱的日用品拢涨价，奶粉钱没有着落，少年的妈妈在家好，阮囝要安怎？老人在家看，唉，这种的查拉政府。咱今日敢知影，伊是查拉政府，知无？在你家即马都爱有一个志气，一定爱将因这查拉政府煞个给人妈祖，对不对？迄是伊的土地，咱有这种决心，咱了解咱的处境，在政治的另一种，咱需要搁行起来，免是像甲咱只阿妈共款，咱未来拢是安尼。哦，你看，咱的子孙非常的可怜。你徛遐，你爱家己思考。当初你有机会的时，你为虾米无拍拼？当初你有机会的时，你为虾米无努力？今仔到你老，咱要行路的时，咱那个伊就乖啊的时，看到咱的子孙无伫家去菲律宾，咱的囡仔去外国去遐做工，啊想到五当十当，咱的差不多时间要到啊，啊找无，啊看无咱的子孙。咱敢需要这种的代志，的结果，咱爱无需要，咱一定爱努力，爱拍拼。但是咱到今嘛，咱要安怎？咱要安怎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咱要安怎来解决？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拍摄我即摆行动有啥无迄落？我顶回带日本参议院，我去迄落去宜兰的时，我拄啊伫游览车，吼，拄啊紧急刹车，我为宜兰安尼摔落，我即摆手麻麻，哦，安尼伤过久吼，脚迄落脚袂迄落，我都休困三四个月，无来上课，今仔日是到一厝，
哦，到时就拄着恁，哦，迄种感动的心过来啊！哦，谢谢。所以听久啊，这脚诶，脚些迄落啊，手脚无拄好，无歹看的所在，你也鼓励哈。但是为了台湾人，总讲咱是行一个关呀，拜脚我嘛一定爱行一条路，无其他的路。我的手麻，总讲白我嘛爱行。好、哦，咱有这种的决心，在座四十一期的。有信心无？爱行出去对不对？但是今仔日咱做做到今麦也阁无够。咱当时讲讲，为什么到今麦也袂到？歹势，迄是咱无够努力，对不对？是咱无够努力。咱若是够努力，后个月今年年底绝对是会当执政，安尼会使袂？安尼就爱靠恁啊，是不是？一人讲一个，一人带一个，安尼来。安尼来，咱是不是慢慢速度足紧啊？所以咱要安怎来解决这代志？烦恼啊！有人个烦恼啊！讲是足好，足好讲，我嘛足好讲诶。但是我嘛是烦恼啊，毋知要安怎处理。啊，你看，咱个囡仔努力拍拼，穿西米路去做工啊，哦，做起来一个月偌济钱尔，2万块尔，对不对？中国的来这上课，来这读册，伊就补助我者3万几。台湾人呢？这是台湾囡仔呢？是不是安尼？劳工呢？啊，救我！啊，一个倒一个倒，拢去中国。咱劳工呢？可怜啊，白领阶级的啊，产业拢嘛是安尼，拢懊恼啊。要安怎解决？啊，你有通想无？要安怎解决？咱只有倒转来，交个法理的论述，法理的论述。今日咱所看的法理的论述，都是咱今日啊所要行的路途。所以咱找到这条路，咱一定爱努力，咱爱拍拼。今日咱无这努力，咱就无法度通啊。为着咱未来子孙，啊，咱做一条足好的路。所以咱今仔日重点就是讲，我们要回到法理的论述，回到原点。我们怎么要回到原点呢？重新来看一下。1895年5月8号，日清马关条约。谢谢，阿里嘎多。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开始来看，我们就看得清楚台湾的主权。以前没人跟我们说这个问题，对不对？现在来到这头一处，听到秘书长这样说了啊，原来一定要回到这个历史的原点，从我们1895年5月8号日清，就马关条约，简称为这个下关条约生效开始，大清帝国这个大清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天皇殿下，他们签署了这个台湾，我的共不是刚才台湾，台湾周边的群岛与澎湖永远安怎割让给大日本帝国天皇。从这个开始，我们要了解是从这个开始，我们进入了这里的时候，咱就了解说，我们就看见啊，满清时代的台湾地图，你看满清时代的台湾地图，为什么东半部拢无？所以高山民族，你得大声！今天高山民族能够团结在一起，咱大声向中国讲，我甲你是无关系，伊就比比错，你知不？东半部。高沙民族为什么今天台湾民政府看中你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熟，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台湾这个地图就是西半部而已，所以我们越清楚，我们越了解台湾的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哇，咱该有机会。所以我们看见，当时这张地图是法国人。在1735年的时候啊，就是画的，也证明了日清签署的这一个马关条约啊。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的东半部
东半部根本不在中国的管理之下，根本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哦、不在他的管理之下。当然呢，更甭谈所谓这个领土的主权问题、哦、既然不是他的管理，在他管理之下跟主权有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他根本没有嘛，是不是？西半部不仅他的这个根据地，它只是一个西半部而已。所以台湾的这个东西合起来，在1895年有日本，他是非常用心的来建造台湾，他派了精英来到台湾建造了台湾。所以我们的铁路对不对、哦、我们的路是不是很快？我们给他做一个路，他说这是要差不多60吨使用到60年，还是非常的棒。那咱今天就无，你看，咱本来路会当直直到遐的歪歪是安怎？既得利益，对不对？利益团体嘛，啊，这是阮这的立位者，迄是阮院长的，咱是弯着的，我的厝都会起价。啊，咱台湾路都是歪歪的，对不对？歪来歪去的，巷啊本来直直会当通，结果是到遐的动迄无路，这就是吼、哦，根本都是一种没有人性的这个思维。所以呢，从1945年4月1号，啊，昭和天皇下诏书之后呢，他实施日本宪法与台湾，终于从那边任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怎么分割的土地，神圣不可分割的哈。所以呢，你看看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土地，台湾府在哪里？台南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高沙民族要特别知道，你们要大声喊，让所有的高沙民族不要被中国流亡政府洗脑、哦、你我们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我们跟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很多的国民党政策，流亡政府把原住民当军人军官，或一直去保落说不是的，中华民国怎么样怎么样，当公告讲、哦、你们是这个叛乱分子、哦、现在你们两个都知道了阿密斯知道了哈，我们要大胆的，你要当成为这个我们这个高沙这个义勇军一样的，不怕，为了我们的子孙，为了我们的家孙，要给努力打拼，做宣导的工作，好、哦，宣导的工作。这个部落，你看我们看穿这个地图，所以呢，今天我们秘书长一直在讲高沙民族，快快，你们把你们当时这个天皇赐给我们的土地，实际上是125万。然后轮到64，轮了64，然后再来就是48、46，到现在26，直到真正的使用才16万公顷。为什么这么大的土地来一个叫做森林开发处，来一个叫什么这个退出一官兵，来一个叫什么台大实验区，东西啊那堡垒啊，啊，阮家我落地的地方变为国家公园。所以有一个台湾族的人说，我的名字不叫某某某，我的名字叫小熊。我说为什么？我原住民没有受到保护啊，一草一木都受到保护啊，狗熊有受到保护，对不对？他们有尊严的，我们没有，所以我名字改为小熊。哪里不好？哪么好阿弥山？你们说哪么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连这个状况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了解高沙民族非满清政府的统治。哎，两位知道了吗？你们要牺牲奉献哦。哎呀，对呀、啊、哈，那站起来宣告一下。谢谢。所以我们来识破这个国民贵民党啊，哈，这个我们讲的国民党。啊，贵民国民党的了，国民党啊，其实哈，其实后边哈，我讲到这也是，其实因早的讲啊，因早的是新年宴，你看，军犯民贵，有没有？有人会讲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用台语讲来，有人会讲不？我看麦。啊，有人会晓讲家唱，我听你讲一摆。安尼哦，好，军阀民贵啊，不，三民主义的，下面人的主义，
害你害我同一是眼眼啊，三民党主义，三民主义啊，下面人的主义，那是蒋介石的口音嘛，下面人的主义害你害你害我，对不对？害我同一是眼眼，他自己早就说他要死了呢，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台湾人是这样的本汤呢，统一性言言，你看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他们自己说的呢，我们 说一次好不好？什么人的主意来海你海我统一性言言，这是什么人说的？哎呀，对啊，所以他自己说他就早就知道要死了，你还在那里抱他的脚床，抱他的大腿，台湾人要觉醒啦，对不对？来到这，这是大声说一下，台湾民主，这是我们的希望，对不对？对，咱来打拼吗？为了台湾民政府的未来，我跟你说，是为了您家孙的未来，对不对？对。要在今天吼，我内底有感觉讲，咱安尼讲，回去都袂记啊。袂哦，你讲的哦。好，我你来举手。这回回去会穿五个人的举手。举起来，我看卖。哎呀，有去上哦。你十个吼。哦，哎呀，你几个？要带几个人？咱要有一个目标，咱要下一个目标，每天起来是头一次看到讲啊，我要带五个，暗时睏我要带五个，去便所下啊，我要带五个，要睏之前我要带五个，有一天你正工要带五个来，有正八个无？无写咧，啊，咱乖乖的，咱好搞回去啊，有正八个无？您讲的哦。哦，唔当统一性言言哦，啊，赵燕讲的，我都无法度啊，啊，来统一性言言，对不对？啊，蒋介石，日本帝国东北发动了这侵略时，啊，你看嘛，中华民国蒋介石元帅被迫呼吁对日战争，但是一路怎喏，伊家己的是败战，安尼糟糕啊！四川、重庆几乎到了投降的时刻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1941年的12月7号，帝国向美国宣战什么？大东亚战争爆发，然后日本呢，就侵袭了这个，对不起，因为这手把哈，不敏感，没敏感，我被崩，哈啊，侵袭珍珠港，然后呢，你看看珍珠港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发生之后，美国就掠共啊，对不对？啊，美国就掠共啊，哦，开始安怎呢？在1941年12月，啊，这个美国国会在8日对日本宣战。啊，中华民国这迄个啥，迄个蒋介石讲，我们要宣战，伊敢有出给他讲？啊？他不是像他上次你看哈？他根本没有当过这个嘛主席嘛，有吗？没有嘛，他只有那个中华民国主席林森对日本宣战，那他呢？蒋介石当时只是做什么？行政院长，他有资格宣战吗？他根本没有资格宣战呢，但是我们把他当成救星呢，有无？有举得进无？有个人举手？应该有啦，啊，行政院啦。哎呀，记哦，啊，就是哦，是演员，哎，不是咱讲的，应该你讲的，对不对？啊，他是不合这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日本帝国根本不理会他。我们还要了解，回到历史的原点，我们去看见。所以呢，依照1937年万国公法的实施，皇民化以后，在1945年4月1号，台湾澎湖地区，啊，台湾跟澎湖的地区全面实施帝国宪法。从此以后呢，依照万国公法，台湾澎湖脱离殖民地，
好，脱离了殖民地，正式编入了日本帝国的国土。啊，日本帝国的国土，所以呢，人民就享有日本帝国的参政权。啊，然后再来就是参战权，为这个日本大日本帝国，啊，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所以台湾当时呢，有什么日本啊，这个帝国有议员也叫徐炳啊，浅郎山以及林献堂三个人在里。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历史的一种真相，我们不需要胡言的哈。当时在宣战之后呢，因为日本侵袭之后，不，那个美国那个日本侵袭了珍珠港之后，美国的两公啊，对不对，就开始被轰炸。然后像这个在1945年8月6号，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什么原子炸弹，你看啪咚，整个呢完全的毁灭。在1945年8月15号，啊，日本呢天皇他宣布了无条件的投降。到1945年9月2号，麦克瑟这发布了一般的命令，这个我们常常听的，哦，我们常常听，这个就是我们的关键，但那关键的家，哦，他一旦设立了以后，他当时也为了怎么样？为了要抵制中国，所以趁这个机会，当下呢。他申请了这弄了这个一号命令之后，日本帝国在中国除了满洲除外，台湾其北纬16度以及北啊，这个以北法属中南半岛之高级的指挥官，以及这一切陆上的、海上的、航空的补助的部队，必须向这个流亡政府谁心眼眼的蒋介石还说元帅的投降。哦，那个是 那当时是因为是麦克斯为了抵制为了制衡，这个中国才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蒋介石盟军麦克斯，接受了这一号令的时候，他代表盟军，而且你要记得这一点，哦，他非用 ROC 接受日本，哦，是说蒋介石等人，哦哦，你要知道这一次投降的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哦，蒋介石等人，有苏联、美国，英国跟中华民国，当时那个国旗，因为蒋介石等人是代表这个中华民国，啊，所以我们看看，啊，到了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部队呢，啊，来到哪里？日本台湾。哎，你看看超爷啊，他那个鞋子超迷摸，啊，温太太一妈妈去家人遐接的时候，吼，人经过遐的时候，臭咖呢，吼，半咖，你看，这种的，哎，这种的是精英呢。伊讲精英来这来到家做校长呢，哎，咱这咱做台湾来做校长，搁做科长呢。所以讲这种的，我也是侮辱咱台湾人，但是咱无觉醒啊，是不是安尼？咱无觉醒。所以个1945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部队来到台湾。日本台湾，台湾是日本台湾，是日本大天啊，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台湾，而不是现在日本国的台湾啊。这也让爱记哈，所以代表盟军接受了台湾日军的投降，同时代理了哈，是代理了征服者行军事的占领任务，代理哦。这里说到是代理哦，啊，在还没有签订对日和平这个对日合约前呢，啊。在1946年1月12号，他擅自把日本台湾人，对咱阿公阿妈日本台湾人啊的国旗怎么集体的改变为什么中华民国国旗？啊，还当时东西，咱台湾咱我们高山民族有没有姓汉人的姓？有没有姓李？有没有姓陈？有没有？阿弥陀佛，那边有吗？以前就有姓陈吗？知不知道？我爸爸。住在台东出路，他哥哥是住在出路旁边另外一个部落。我爸爸遐就是讲，哦，你家姓陈。我因阿大伯迄搭遐就是讲，啊，你家姓马。结果我爸爸姓陈，因哥哥姓马。我因姐姐姓李。等囡仔生了，第二代、第三代是不是乱认乱伦？对不对？伫外口嘛无了，无熟识啊，到尾啊就讲你侬我侬。人家不了，哎，唔当啦，唔当啦，那是你家己妹妹呢。足侪这代志发生啊，
因专门做一种的啦，所以啊，同于是圆圆，伊也是无头脑的人嘛，是不是安尼？无了解哦。但是你嘛是，咱嘛是迄中毒啊，所以说，虽然集体改变了，啊、哦，它是违反了国际啊这个国际法、海牙公约跟日内瓦公约，啊，军事占领不得怎么样改变占领地的主权，也不改变人民的国籍，但是它篡改了，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的地方。所以国际法、战争法以及国际法。同时在3月8号同年的3月8号英国美国他的排比书就非常 就力气的抗议、啊、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所以你看哈，不仅是他们，连蒋经国在1949年的6月18号蒋经国的日记、啊、因为他常喜欢写日记嘛、啊、蒋经国常常喜欢写日记、啊、他在里面的说明了蒋介石说因为恐我，他就用他那个阿拉话，因为恐就没好的恐我不能啊，但是这个一直要学他们那个有一点不对了啊，这个不能学他们的那个腔调啊，他们知道恐怕他没有办法守住台湾，所以呢，使得太平洋海岛防线有一个缺口，所以因此呢，要将这个台湾呢交给美国来管理。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哎呦，又跑掉了，对不起，麻烦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他们自己说，蒋经国全集里面第一册446，然后呢，蒋介石本人在1950年的3月13号，在阳明山庄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时候，蒋介石对国民党文武百官的演讲的里面呢、啊，他说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蒋介石说，我们中华民国去年在1949年，终究随大陆沦陷而以什么？哎呀，炸的灭亡啊嘛，这不是咱讲的对不对？这是他们讲的，但是咱唔知嘛，教育内底有滴安尼讲嘛，无嘛，伊家己知尔嘛。所以呢，我们今天都已成为亡国之民。三共哎，蒋先对啊，所以还不觉。蒋回头啊，对啊，你还没有感觉。所以今天的马英九无感，对不对？不怪马英九无感啊，有吗？我把你当成人看啊，对不对？你肚子饿啊，再买一个便当啊。啊，这种的逻辑，有影是非常可怜的哈，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呢，从这个爆发之后，我们也来看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卷泪一下哈。说到连这个除了他们以外，那1950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16个联合国的军队啊，啊进入了朝鲜半岛。27岁独鲁门总统他们宣布福尔摩沙，福尔摩沙是什么？台湾、哦、未来的定位必须等待太平洋恢复安定之后，有该怪吗？对不对？必须等到太平洋安定之后嘛，对不对？直到现在美国有没有处理？没有嘛，所以我们单单的可怜干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政府嘛，才有今天的存在，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的原点，咱不是白贼的讲，黑白的讲，我们必须回溯到当时发生事情的时间地点，带他们到那里，慢慢的让他们清楚说啊，原来是这样，他自己说我是新演员，我们已经是流亡了，是他们自己讲的嘛，对不对？不仅是如此，连这个1951年啊，这个麦克瑟将军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他也说了嘛，是不是在法律上怎么样大声念台湾，是不是很确定？非常确定啊，是不是？他凑成了这个事，但是在法律上他还是讲啊，是不是这个样子？相当的清楚。我们必须回到华丽这个历史的原点，连美国的这一个国务卿鲍威尔在2004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
都在说明，再的说明一些，是恶霸的罪连啊，这个中华民国它是阴错阳差，对不对？多度丢啊，多呛死啊，度丢这代志，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啊，让我们真的是非常啊。不用心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失职哈。你看他自己，他强迫宣布国籍以外，让台湾的领土毫无这个，他毫无缘由的被聘入为中国，而且更过分的是呢，蒋介石竟然在1945年10月25号，他擅自却片面的宣布台湾光复节。有台湾光复节吗？有的，有我们那个新竹的那边有没有台湾光复节？有了，他们说有了，台湾光复节有呢，这样子，啊，有没有包括国旗，啊，真笑哎，但是哎，咱嘛信信心呢，对不对？单纯细汉的是光复节，我细汉的时候，哦，游行对不对？嚯、哦，铁火把呢，哦、我蛮感动呢，到尾我看看有影是安尼呢，啊，对不对？哎，那个光复节边那唱哎歌啊。啊，免求较好啦，唔当袂。所以他连这个，我们要识破他的这光，所以他也最引起了怎么样呢？引起国际社会全面的反对，他强迫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台湾人民呢，拥抱他的大腿，哦，这个祖国回来了，哎呀，感动到要死，目屎流到唔知希望，啊、哦，这个就是我们破局了台湾光复的神话。是不是这样子？经过了这一个过程，我们破解台湾的这光的这个神话，所以我们要更清楚，我们要明白。你看看这边有没有台湾光复？它这边呢，中国战区台湾，中国战区台湾，顶管是什么？被拆了，对不对？我被。欧北来，但是咱信信心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属于日本领土，列为太平洋战区。但是代理占领的蒋介石是代理啊，记得哈，他是代理，他不是占领，他代理，而且篡改了这个战区的名字为什么中国，所以欺骗了当时的台湾人，这空，好、哦、空。但是咱今妈妈是无多，哦，今日来咱来到家，咱来到台湾民政府。我们就更清楚明白，连这1946年8月，英国外交部也致函给中国这个中华民国驻那个驻英国大使，他严厉的哈，不能自身将台湾的主权由日本转移中国。他也是反映了嘛，一再的证明，很多的角度都证明，中华民国，他只是代理。他是托管而已，知道吗？你看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和平条约的签署，好，以及必须是经过等候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以及其他是政治的外交手续而后才可以。但是我有没有经过这些？没有啊，因为台湾虽然已经成为，你看台湾已经成为这个中国政府的统治，但英国就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哦、他非常难接受这样的结论，台湾人民的国籍被强迫恢复中国国籍、哦、世界各国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1946年9月26号，英国外交部再度的重申同样的那个感觉，同样的这些、强调什么呢？这中风的人也不同款哦，回到回来这里、好，所以 OK， 所以呢他们就是特别强调并未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到中国，而必须什么呢？特别强调而必须等候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和其他的政治外交文件决定，是不是再再的证明这些？所以连美国的国务院在1946年11月致函给中国啊，中华民国的备忘录上，跟这个英国的立场是完全是一致的，啊，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1月1号呢，政变怎么样？
成功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成立，中华民国呢就开始被推翻了，被推翻了。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就略过一下好了哈。这个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以及中国的思维下，他是误导了台湾人民，这荒谬的这种概念，我们应该要恢复。他说我们应该要恢复什么？台湾真正的历史的真相。今天台湾民政府开辟了这一扇门，就让我们本土台湾人够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让我们的这一个认真跟努力，使得我们儿孙有希望有盼望。台湾历史的真相，第一个，美日太平洋战争中所有攻击属台湾军事行动都是什么？美军所为。攻打台湾的是哪一国？对，那边很聪明嘛，不是日本。有人说日本啊，有人攻击日本，这里是日本。征服与解放台湾地区的军队是美国，所以美国是台湾主要的占领全国。这边很清楚，攻打这里的是美国，你知道哈。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轰炸了台湾，这个历史说明了。第二个呢，美国军事政府麦克阿瑟，他委托啊，记得哈，他是委托啊，委托这个蒋介石这个集团代表美国台湾接受日本投降，负责占领事宜啊，占领事宜，双方只是一个代理的关系，对不对？双方只是一个代理的关系。那依据这个传统战争法是法理来讲，1945年10月25号，台湾地区的军事占领 是怎么样才是正式的开始？而且军事占领不遗传主权，所以呢，何来的这个光复节？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信心跟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啊，公开决明？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历史的这个真相。所以台湾根本没有所谓的光复节这个节目这个节日根本都没有嘛萧郎共萧威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用心，台湾的历史的真相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台湾光复节神话功不可就是说不攻自破。我们必须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状况，唯有怎么样？唯有台湾民政府是保护本土台湾人的权益唯有这个，你们扫对了唯有这个才能够，一直还没有找到唯有这个台湾本土台湾这个台湾民政府真正的带领我们认识，已经转变，我来转变好了。好，我按一下，都乱掉了。好，你看，在10月24号，日本本土台湾的林志深博士，他带领228个人控告美国政府，开始在华盛顿，因为这个早上也讲过了早上也讲过了，判定的结果是生活的台湾人民，本土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的炼狱中。这个炼狱中，诚如咱多讲诶，咱阿公阿妈叫就干呐咱的子孙起码无头路通啊走咱起码变成讲迄条高山民族，他的徒弟仍然还是中华民国所有，这都是一再再的说明这些问题。这是证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但是最终我想说，因为时间关系，到最后那一段我们急速的给美蒋介石身份证的这个业务这个推广，让所有的人都拥有这个 ID 使我们这些台湾民政府能短时间里面来执政来执政，那兴起更多的本土台湾人去宣导宣导中华民国。这个已经是埋葬了中国什么南京的嘛，看到了那个照片对不对？这操作上有一点那个 OK 好，已经这个照片早上我们的那个秘书长也提过了，蒙白的家来了解这三名人的蒙白中华民国的蒙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立即行动，现在就正式开始了立即行动。第一个打开自己的家，打回到刚才最后那一页，
打开自己的家，我们要立即行动，现在开始要行动哦。你都要，我看很多人在流眼泪，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我就回来说，若是真的开始就要怎么立即行动、啊、第一个打开邀约你的亲朋好友，开始要邀约，应该是打开家打开啊，领导的是说明会的啊，转职交公安的 OPP 赶快的说明会，然后跟同心配合，配搭就是配合来邀约邻居的朋友，让他们都知道。第三个是开一个小型的类似 OPP 的说明会啊，说了今天你们所听到的论述，然后一面啊这个呢，让自己学习说法理的论述，你如共如啊。如越清楚啊，一面呢自己对法理论述有成长，然后我们必须怎么样关心来喂养。喂养这个意思就是说，咱囝啊婴儿，你关心他不够，你还要喂养。喂养不是说哎你吃饭了，不是哦，你看这妈妈喂养，抱在怀里，温馨的感觉，然后挤奶给他吃，那种感觉是喂养，而细心的教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细心教导，用心的扶持，有使更多的人了解台湾的主权地位。时间嘟嘟啊好，咱到这哈，也有时间的时，咱过来哈。那佛摩萨上报一拜拜，请佛摩萨咱的帮咱的啊大声哈，请求阿母救阮的命。哟啊哟啊哟，小啊小，仰波着彼的帮，咱站起来。佛摩萨咱的帮，咱的爱，不但祖先老过的关。哟啊哟啊哟，小啊小，永远保着彼的帮。父母杀咱的帮，咱的爱，无怨无悔来期待。哟啊哟啊哟，小啊小，永远保着彼的帮，永远保着彼的帮。谢谢。请起立。今日，嘿，阿未对，嘿，还佫二十分，啊，歹势，请大家学员各坐，嘿，时间过唔对。咱今仔日若是无行这条路，我甲你讲，台湾是因为你甲我无努力，造成台湾未来是非常可怜佮凄惨。台语足好吼，可怜佮凄惨，吼、哦，你也是无帮，甚至呢，亲像一个病人，伊喘气、缺氧的时，等缺氧久的时，会造成安怎？内底安怎？二氧化碳就愈来愈多，啊，过来就变安怎？啊，就中毒了嘛。他意识就怎么样？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咱台湾人未来就是安尼。爱看那看什么人？看地高挂。今仔日开始，虽然你的脚是酸、手麻，无要紧，我拄啊讲的，你啊白啊白啊行出来。为着咱的子孙，目屎伫流无要紧。为着咱的子孙，你一定爱逐工啊
啊，讲一句的话，讲为了咱的子孙，就讲我今仔日八十岁，我嘛爱行出来。我今仔日无行出来，咱浪费了四五十冬的时间，乌白行，乌白走，乌白花，提钱乌白压，压到咱无钱啦，然后倒转来讲啊惨啊，哄骗啦。台湾人遐尼好骗，好骗吗？今仔日好家财，有咱林志升啊，朴叔。你爱去了解伊个故事，伊那是无归台湾德，啊不，中国德，德到金门，徛伫迄个海边啊，伫遐等，等有人来救。经过的过程无遐个时，咱今仔日就袂在遮。所以咱有一种个感恩的心来感恩真正所创造的人，足济咱个童心啊，无眠无日。我听到有一个童心啊。您好，有影是非常好呢。阮当初来到这比比差呢，啊，车也无虾米物件，棉被也无，啊，搁冬天坐伫遐，困伫遐，非常的艰苦，非常可怜。暗时啊，安尼寒噶，大家安尼互相啊，结交安尼个客笑啦。但是今仔日这边车有安怎？有冷气，电管有电风，连起。得一个的吼，有影是非常福气，非常好。您袂当，你即马爱去讲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是早的事啊，毋是我讲的。我甲你讲，中华民国，这是伊甲你讲的。哦，谢醒言言伊甲你讲，是我讲的。哦，你会当照我的意思讲，无你也甲我讲三民主义。哦，这个三民主义海内海外。同一信念，你够用台语讲嘛？你给叫伊讲啊！你甲伊讲，你讲一个咧，来你讲者，无要紧。哎，这吼，这咱要传代志，咱要讲代志时，咱爱提一个物件，可以有这种撮合，还是有这种没错、没错？哎，其实讲笑笑啊，放个轻松了，就讲哦，你够巧，好、哦，你有感觉对不对？你拄啊是你有念到哦，你讲的哦，统一性言言的，是你讲的啊？啊，伊讲唔是我讲的，你叫我讲啊，对啊，啊唔是我讲的啊，是啥物人讲的？应该你讲的，对不对？啥物人的主意，害你害我，统一性言言，伊早就家己宣布啊，你就底下抱哈，抱他的大腿，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咱爱觉醒，咱利用这种机会，咱爱传出去。好家财，我一刚参加四十一期的时，我听到诶秘书长讲的是，我讲觉醒来，原来咱以前母的是乌白母，母到尾啊，我本来钱好要管我就管啦，要管小猪我就管啦，要管啥我就管啦，管到即马无钱，对不对？结果啊，刚传到乌白传，传到尾啊，啊，贾中廷去代表讲，哦，我管阿祖。然后老黑噶，你看，伊就庐山真面目就出来啊！伊是不是中国人？莫怪啊！是不是？迄、那个底下都讲起起吊的时，伊就派赵天麟去中国，足济人就开始讲：哦，这不对啊！其实我是七人小组之一啊。第二次连任的时啊，伊就有请人嘛，搬桌啊，搬两百桌，头一次拢是本土台湾人。第二次一看，拢是外省的，拢是中国的。我讲奇怪，是安怎马上就变了，连任了嘛？是不是？无需要票了嘛？你看这种可恶的人，既得利益的人，你有感觉无？亲像一个哦，原住民的阿妈，拄到一个囡仔，讲台阿祖的话，六个，伊讲囡仔。你要倒一去，你母萨苏因诺，你要去哪里？然后六个，孩子，伊妈拉鲁苏，你叫什么名？阿个问一句讲，六个，伊妈亚巴苏，伊讲囡仔，恁爸爸叫什么名？囡仔讲，我爸爸不知道了。台湾人。就牧师，印度牧师讲的，台湾人是无老爸，
一个没有父亲的民族，没有正统的教育，没有父亲的爱，所以我被走，我被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走。这是非常可怜的所在。今天来到这，有这么多机会，我们的议长，我们的秘书长，我们的总理，你看牺牲打拼，我看我们的议长，你看我们买了，我们顶回去南崁发那个宣传单哦，吼，走路外面呢，我对后边吼，小块会喘呢，吼，伊就安尼，啊，我要上车，免我走路，难看遐尼大哩话，啊，迄个背景后边，总理徛顶悬，我去台北，写一个落雨呢，落雨淡到拢淡啊呢，伊也就顶悬啦，总理也伫顶悬来麦克风啊。会顶悬坐车，安尼风咻咻叫，会比比错安尼。咱行边个人都袂看吗？伊嘛是为着台湾忍耐。我咧看到因安尼付出，我也足感动。这种感动一定爱留到咱听，咱嘛是爱好这种的哈、哦，这种的情景来感动，我们才有动力。咱给咱的真理，它是什么？永远存在，但是真理它是冷的，真理是定的，说一不二，对不对？绝对是绝，能就是能，它不会左右摇摆，那叫做真理。但是爱呢，它是热的啊，真理跟爱若不结合，没有发展。今天法理论述就是真理，一个火车头。法理是两个轨迹，好、哦，那个轨道，火车头放在轨道上，它就不移不不走不右，直直的向着目标走，对不对？今天咱是回到了法理的角度，回到了法理的论述，回到了法理的原点，去看台湾的整个。愿景整个方向我们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咱够免惊吓，咱会当大讲，咱今仔日所找的路是正港的，咱今仔来接受这三港的时间，得到的知识，让我愈感觉讲台湾是有希望，是安怎有恁甲我，有咱所有的台湾的同心。流亡政府伊家己讲，我是新人，伊是新人员，咱无，咱是有希望的一队，对不对？对，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有希望的人，唔是坐伫遐，干那喷嘴烂尔。有希望的人，就是爱行出来，啊，亲像咱的前辈，你看咱，我刚看到咱的一条去印度，印度是非常无好的环境的。一回来是卡得紧，哎，伊会当免去，伊会当享受呢，对不对？去一边遐行路，回来是卡紧到即马，拄拄啊要好呢。哦，后壁迄个是咱伊丢，咱甲总先鼓励一下，非常的辛苦。哦，你看，这些人拢是牺牲，拢是为了台湾民政府，拢是为了咱的子孙。咱第四十一期的有迄种的心无？有迄种心无？来站起来，再讲，站起来。咱有迄种的心无？有。再大声骂者，有迄种的心无？有。好，这个，安尼好，秘书长有看，哦，安尼啊，伊就暗时就好困啦，哦，暗时伊就好困啦。咱今仔是爱有这种的心。咱今仔日无这种的心，咱未来有影是无望啊！但是我时常甲我鼓励一下，我看到囡仔的时，我都唔知要安怎交代。我着老人都足可怜，你愈看愈侪，愈看这个时吼，都会当予咱感觉讲对，咱会当为因做虾米？我们要有一种心说啊，台湾民政府应该为我做。足济足济问题，但是你有问无？
你能为台湾民做什么？台湾民政府做什么？有没有？我们要有这样思维，不赶快。我们对的，我们必须要回来问想说，我到底为台湾民政府做什么？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一张的宣传单。我刚你的宣传单可能带了他们这一家，你那个宣传单你不要小看了，你丢到一个陌生的家庭，有一天以后我用心去看的时候，我跟他说，他可能一百个人对他来的，虽然有时你不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一百个人是你种的，那个种子是你下的，结果我们现在种的树，树大长的时候，我们的子孙是在那纳凉，看到他们种的情景是很好，很幸福的，所以我们说甘心吗？何家在我那年就种的树，要种的之前我阿婆烧凉，结果我坚持坚持到尾，我子孙在那里烤肉，哇那么好，是不是这样？可以有这种的情景吗？台湾民政府他有确定 这个种子拿出去种好不好？好，种在哪里？不认识台湾本土法理论述的人，种在他们的原地，让他这种毒素，我们这些元素注入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慢慢的发酵，不用急，比如就说的，要会吸嘛，对不对？不用急，你慢的，红吃就会吸吸，啊，你这苹果不好啦，我们不要急，但是我们去选择更好的，拿到吸的，很香的，拿给人吃，那就是成果，成果要拿给人吃，安尼来，咱行出去是有风的呢。虽然我行路无啥好，我嘛是有风的。你看，但小可拜拜嘛，我嘛是有风啊。内底生命的元素，同时法理论述，所以我行出去，我坐咧，三句不离本行。安喏，哎，袂歹吼。你看这下，借力使力嘛，你要借力使力。哦，这是水哦。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我查迄个啥，迄个咱国，迄个在台湾国旗，去日本的时，我就讲，台湾オマロイの赤いのは何ですか？わからないね。他说他不知道。哦，那就是，我赤いね。これはね、大日本帝国主義天皇陛下の。我说这个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本当か？他们讲本当か？啊，本当よ，就是真的。哦，他们就更不一样，他们把这个旗当成宝贝。哦，我就我得改讲，台湾一毛呢，也把你天皇黑干了哟。所以的嘛，为人安尼，所以日本人嘛是安尼，无用心啦、啊。来到家日本人哦，比如对人跌着咧，八嘎啦，闽南上大吉，你们不用心，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福气？有没有？好起啦，对不对？还讲过对不对？人讲你叫我走，我卡都麻变了走。我对我跟你讲，我卡麻，我咪爱白，对不对？不是，这不是借口，这不是理由。你讲我麻，我白会使袂？我出来会使袂？为了台湾民主国，我一口气安尼念嘛，无要紧啦。咱爱为种的决心，努力为着台湾民政府，努力大家努力的是。倍增成长，倍数成长，所以有一天后各位，不是像我们这几个五六十个而已，到尾仔你就会当带愈济人到这都满满的，初级班满满的，安尼台湾人，吼、哦，咱执政的时间是愈缩小啊，都愈短啊嘛，马上就吼，免得啊等等到安尼，我等个几啊等啊，吼、哦，等到我太太讲，我要带迄条。英宗迄个嘛，传伊医生也看者，唔知有发烧无安尼。比如丢讲选去也是袂当去选去哦。哦，我太太讲，哎钱啊，胜利的嘛。伊讲我以前个名叫青莹啦，哦单青个青青莹莹啊，啊这里啊，阿公是蔡英文呢，你嘛是爱个东爱算呐、啊，对不对？阿公太太二十几档啊，二百三十档啊。好，我有一个空间好唔好？免阁甲我讲，我坐伫遐静，我嘛是有准的，你知无？我嘛有准的，坐伫遐，我无爱去选去，对不对？迄个你去 YouTube 看，比如就讲，
八十万呐、啊，迄是我录的啦，我铺迄落来讲啊，八十万呐、啊，我咧坐你遐，我太太讲，哦，无安尼就大只，等帮我控制咧，唔知有效无安尼，拄着人讲，我阿唔知有效无，我唔知是咪爱带医生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了解，我唔是笑，我经过安尼上课了，我就愈觉醒，愈了解，所以呢，大家在座的吼，非常啊，第一点非常甘心，你会当来到家。但是这条路，你的脚、你的手，一定跟我同款，会麻会酸，无要紧，白也嘛白出来。为着你跟我的子孙，好不好？好。哦，时间到哈，哦，咱就下课。请起立，行嘞。